运动活动来看到鼓励两骨损伤的乡亲勇敢走出户外，面对人群，也来培养着运动的习惯。社团法人彰化县两骨损伤重建协会就来举办着体适能的趣味运动会，透过镜头赶紧来感受现场的气氛。就算是坐伫个轮椅顶头，嘛袂当放弃做运动。除了活动筋骨的带动上以外，嘛当拍球、射飞镖。这一连串专门替两骨损伤的民众设计运动项目，是今年彰化县两骨损伤重建协会特别替上幼稚班的体适能趣味运动会，希望透过运动会方式，鼓励上幼家出来跟大家交流、联络感情。在普新中学举办积极运动健康相随啊，这次的运动是感谢我们的脊椎损伤伤友，因为疫情的关系，很久都没有出来运动啊，感谢那个县政府举办这一次的运动中江大家上有这回运动的地区委员谢义宏嘛讲，真感谢有这么多社团甲企业的协助，大家出钱出力，互两骨损伤的上有会当提升健康的观念。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脊椎家园，大家都会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协助，也感谢你们让社会有机会能够伸出手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大家。我相信台湾的社会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只要我们大家有能力的地方。彰化县两骨损伤重建协会强调，坐轮椅嘛，同款会当做运动，有真侪经过设计适合上幼的运动项目，透过运动释放压力，增进活力。多张新闻，多张报新采访报道。